去都来。一夜间，秋风萧瑟冷翩翩，号角四处两手抓，依云唱歌顶呱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2赫兹，欢迎回来，我的频道。秋风起，赞鼓擂，南京气温大跳水。深秋时节啊，泡澡咱们必须得安排上。今天啊，咱们不用像上次一样跨省去马鞍山泡澡了，今天来浦口的一家洗浴中心按摩吃自助。泡澡不是目的，吃自助才是正经事。这家的自助啊，分为点单和自助拿取两部分。拿取的部分呢比较简单，是一些水果啊和一些小菜，炒面炒饭。点单的部分呢更为精致，有黑松露爆汁捞饭、红酒小羊排、红烧肉卤猪手等等，都叫白鱼微辣，鱼肉非常嫩啊，有汁水。自助餐能做出这个水平啊，我看蛮好的。他们家上菜大部分是机器人，整个过程啊瞄来瞄去，看起来智商不太高的样子。他们家还有一个特色啊，就是水吧畅饮，什么逸云啊、星巴克啊随便喝，不像一般的洗浴中心饮料啊通常比较山寨，即便从水到茶再到咖啡应有尽有，饮料啊还有无糖的。吃饱喝足，哎呀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该按摩的按摩。说到按摩啊，哎，我就不困了。399呢是可以免浴资和吃饭的，是最划算的。399是90分钟的一个中式经典按摩。这边应该还有一个小的洗漱的地方，还挺好的。2 hours later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见。